噔噔噔，今日系年三十，咁我哋就准备食团圆饭咯。噔噔噔噔，呢个系四楼屋企，呢个系四楼嘅宝贝瑜伽小朋友，这是余成伟小朋友，这边这个美女就是我妈妈。妈妈你好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啊，品种在。这个帅哥就是我弟弟，在厨房里面忙的是我弟弟的爱人小姨美女。好，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哋呢个菜啊，就有土鸭汤、土鸭煲汤。干嘛？很危险呐、啊！等。好，跟住就有牛肚，牛肚，然后莴笋炒瘦肉，那个。诶、哎，冬笋炒辣猪脚，呢、这个仲有一个系鱼乳鸽吗？乳鸽，老鸽子，老鸽子汤，莴笋炒牛肉，香葱炒小牛肉，那个叫做腐竹炒酸味，还有我们弟弟的老婆亲自腌的泡菜，这个名字好好吃的，酸，对呀。他还在那里忙，我们已经可以坐下了啊、哦！在这里借我们这个团圆饭，向我们的好朋友讲一声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2023年继续支持美英，多谢你哋。咁我哋会喺今晚九点钟开始直播，请大家留意我嘅频道。多谢晒，来大家，所以说新年快乐吧，妈妈。新年快乐！好，好，我去拍一下小姨美女，这个超级大厨，两个大厨在这里，这是小姨美女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哇，红豆粥，还有这个小烤炉也来了，小烤炉里面烤的是红心红参熟。总有那个红薯啊，这个哎，顺便我们借这个机会再哎看一下我弟弟那个家哦，啊，真的是大多啊，大门啦、啊、哦，大门，跟住嚟呢个就黄山嘅地方，跟呢个系呢个小骑楼嚟嘅狼山呢边咧，因为佢两个小朋友中意读书嘅，就系浸物间同埋呢个书摆书嘅地方啦，嗬。跟住落嚟咧，入到嚟呢度咧就系饭厅啦，呢边就系饭厅，嗰边就系客厅。咁再过嚟咧就系、是、啊主人家嘅呢个诶房同埋呢个厕所嘅。咁过嚟呢边咧就系佢嘅大姑娘嘅呢个房，那个大姑娘房就系有一个露，又有一个露台可以去啊晾衫同埋去。呼吸新鮮空氣嘅，啊呢度就係誒客房，客房係都係有呢個套廁同埋有露台嘅喎。跟住到呢邊嚟啲窗多到啊，窗啊，多到啊。我哋睇下樓下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頭先介紹嘅温莎城堡啦，別墅區同埋呢個高樓區啊、哦。好啦。咁就我哋要开始食团圆饭啦，再睇下啊，猜一下吧，好吧，看看我哋呢个诶，世界地图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，好，我哋就开始食团圆饭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系。